新北市有一名女性的消防员，为了要救人，说好啉酒醉的查甫人塞车弄到战场。国民党的立委孙大清要准备要来提案修正刑法，把啉酒塞车弄死人上当来判15年。陆消防队员赖文丽在刑勤部协助调解后，开车人弄伤一支行政院长吴敦义亲身探视。赖文丽一方批也随身抓嘞，也认同应调修法方向，加重酒后开车调税行度。请法务部一定要积极研议啊，对于酒驾因而肇事甚至于伤到人命的，一定要设法在刑度上来加重。也强调已经交代警政署和消防署未来在执行任务时，一定要加强改善工作。另外，酒后开车的处罚以罚款和吊销驾照为主，民众大部分惊民事诉讼赔偿，但是常出现利用破产的机卡，让受害者无法度得到赔偿，因此立委提案修改刑法第185条至3，酒测超标上当究刑3年，致人已死上当究刑15年。酒测值达到一定的标准的话，我们会科以1年以上3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哦。那么如果因为酒驾造成重伤害或者是造成死亡的情况发生的话，那么要科以1年以上15年以下的有期徒刑。酒后开车弄死人，目前大部分以过失致死罪来起诉，法定刑度2年以下。啊，不过立委表示，过失致死是过失而已，但是酒后开车是明知有可能弄死人，还故意开车上路，因此加重酒后开车处罚的刑度，希望达到协助的效果。记者综合报道。